我是七月经考者，然后我现在会当程式的精英班，再有加 C 加加、Block 以及还有 Scratch。然后我这次要做的报告是用 Scratch 做的，然后是足球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喜欢足球，所以做跟足球有关的游戏。然后那个足球是有守门员在守门，然后有人分别在射门。那不要让守门员守，不要让守门员守到球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，就是分成两边对打，然后会有球员各自去挡球跟踢球，然后要射就射门。